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阿们。我们把圣经打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林后的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林后的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找到了我们开声朗读这一段经文。耶稣为新约圣经202页，新约圣经202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一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依。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定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活善活恶受报。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闭目，为今天所查考的从肉身生，从灵生，向神祷告。亲爱的救主，我在天上阿爸父神，感谢你。阿们。你爱我，你才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是的。因为我们是你生的，你是你养的，今天你要喂养我们，用你的灵粮喂养我们，使我们这群人都得以饱足，使我们饥渴的心得以滋润。你必能在我们今天这一点的时间大大的赏赐给你自己的众儿女，使我们听明白你的话，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照明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属灵的眼睛能看见亮光。因为你散布亮光是向义人散布的，不向恶人散布亮光。今天我们是世界上的光，跟从你的已经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今天你给我们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已经照耀出来了，因为我们已经被开启了，我们已经知道你救恩的奥秘了，但我们还要更加的清楚明白，更加坚固在主你的话语中。我们要愿意把我们的信仰根基扎在你的磐石上，求主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动善功，因为你救了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我们指望将来仍要救我们，因为你没有丢弃我们中间的一个最小的被孤儿，因为你今天已经断定我们这群人从创立世界以前就被你所拣选了，我们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属于你。今天你把我们从世界中间呼召出来，使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你将你自己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赏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天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不在亚当里生根建造，在灵性里建造，不在肉体中建造。因为我们离开身内得以建筑是好的无比的，我们是住在身内便与神相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都能离开身外得以建筑好的无比。因为今天你叫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绝不是凭眼见。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信心来到主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到主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求你亲自来赏赐我们，你也叫我们有一个寻求你的心，你使我们的心被你的大光光照，我们就扑倒在主你的面前，有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因为依靠人血肉绑定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就求你来保守今天的聚会，除去撒旦对你教会的攻击和拦阻，使弟兄姊妹的心灵完全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你做开启，做引导和光
召的工作，继续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按时分粮给你自己的众儿女，将你自己的天路滴下，使我们的心灵得以滋润，将你的粮食从天上降下来，使我们的心灵得以饱足，供养我们里面的人，使里面的人渐渐的兴旺，使外面的人渐渐的衰微。你听我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的恩典，嗓子也哑了。我今天继续来交通这个课题啊，从肉身生和从灵生。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了，讲到从肉身生是被造的灵，那个肉体是被造的，这个灵也成被造的。那么从灵生的是被生的，被生的好是被造的好，被生的好，被生的好，被生的是心灵。所以我们今天呢，用心灵来侍奉神。这段经文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保罗说我坦然呢，无惧就是没有惧怕的，对不对？假如你这个基督徒，你在教会中间也读经也祷告也聚会也唱赞美诗歌也不落下，是不是？但你没有进入安息，你没有从肉转到灵里，那么这个基督徒他就应当恐惧战惊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就说恐惧战惊的，为什么要恐惧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进入安息，上帝留下进入安息的应许，他没有进入安息。因为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你的肉体越平静越能得到力量，对不对？你今天越进入安息，越证明你是个得救的人。因为神国呀，不独在乎言语，也不独在乎我们的肉体，因为神国在乎什么呢？全能。上帝要把全能赐给你，这全能不是肉体能发出来的，对不对？你肉体的原来就有，但你后来重生一个人，你里边的人小于外面这个人，你的全能就显明不出来。你外面的人大于里面的人，你外面的人就强盛。你外面的人强盛，现在你住在外面的人里面，是不是？住在哪里？住在肉身里。住在肉身里，今天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是很好的，是不是？你使劲你努力也不会再好。外面过着呼呼啦啦的宗教生活，里面却没有生命，这人应当恐惧战惊。一旦进入安息的，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神相离呀。住在身内怎么便与神相离呢？当你今天活在肉体里边的时候，你是不是与神相离呀？为什么你会是与神相离呢？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们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提到你们。我们用什么来侍奉神呢？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好，他在这里提到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朋友们，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为新约圣经一百零八页，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找到没有？咱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一二，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
要用弟兄的心灵和诚实拜他。好，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神是个灵，敬拜他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那么住在身内，便与神相离。住在身内靠什么拜？靠肉体。离开身外呢，靠什么拜？靠心灵。靠心灵拜。所以呢，这个是很关键，很关键。再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里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十七章二十四节，为什么吴撒用手扶约柜？那约柜明明要倒了嘛，吴撒用手扶一下约柜，耶和华要击杀他。为什么挪亚的几个儿子在示拿地建造巴别塔，神要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停工了？为什么今天上帝不愿意叫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在新约里呢，神不愿意叫他的百姓靠律法称义？为什么？为什么约伯行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挨揍了，对不对？挨没挨揍？为什么亚伯拉罕行为特不好，不但不揍，耶和华跟他交朋友？想没想过？我们从来想没想过，就看圣经想没想过，约伯正不正直，完不完全，远不远离恶事，敬不敬畏耶和华，敬耶和华。亚伯拉罕正不正直？正直吗？不正直。说自己的老婆是自己的妹子还正直吗？不正直。啊，两次说，一次还有情可原。耶和华给他应许叫撒拉得一个儿子，他非得娶夏甲，把夏甲娶来，最后费尸拔火生一个儿子，还往外赶。亚伯拉罕正不正直？不正直。约伯正不正直？正正。上帝叫你效法亚伯拉罕，是效法约伯？亚伯拉罕。为什么？信。因信，不因行为，不因血肉绑定。要因血肉绑定，他一生所走的路，你可以查一查。跟他父亲到哈兰，上帝叫他到哪儿？到迦南。他到哪去了？到哈兰。上帝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本地离开了，本族里没离开，没离开，带个罗德出来，是不是啊？离没离开父家？没有，他把他父亲带出来了，是不是啊？他带父亲目的是什么？我父亲呢，有钱，我带我父亲出来，可以借着我父亲的光，对不对？他带侄儿罗德什么目的呢？我已经七十五岁了，我还能养生孩子吗？我把我的侄儿罗德带出来，将来呢，他给我传宗接代，是不是啊？有没有打算？有打算，是不是啊？上帝把他的打算一个一个全部给他掐断了，对不对？按照肉体，亚伯拉罕不如约伯好，对不对？对。但亚伯拉罕一生非但没挨打，连责备的话都没有。你上圣经来找，耶和华责备亚伯拉罕，有这话吗？没有，没有一句话都没有。并且神称亚伯拉罕为我的朋友，对不对？这什么缘故呢？因为亚伯拉罕用心灵诚实敬畏神，并不用肉体。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不是照肉体立的，乃是照信心立的。所以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成为信心之父。你就看上帝跟你立什么约，这约很关键，对不对？立的约是恩典之约，所以亚伯拉罕这一生没被责备过，没挨揍过。管教乃是众子共受的事，亚伯拉罕一生没被管教过，你信不信？信。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末代的人就应当效法亚伯拉罕之心，看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信的。我专题讲了，
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一个专题讲道。所以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对。不以信为本的，以守为本的，那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是挨揍的，是不是挨打的？因为你要立自己的义，活在肉体中间立人的义，活在基督耶稣里面立神的义，靠律法立人的义，靠恩典立神的义。进天国是神的义能进天国，还是人的义能进天国？神的义。当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话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尖刻的对那些人。我们先看第二十四节，第十七章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那么今天这句话讲的是保罗说他在希腊雅典的时候传道的时候遇见这件事了。他们写的那未识之神，就是还不认识的神，是多个神，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今天有多少人给神建殿呢？用什么建？用砖头瓦块建。他说他不用人手所造的殿，今天我们这群人建造在一起就是主的圣殿，对不对？对。你的心灵和我的心灵连接在一起就是主的圣殿，这是灵工，不是肉工，对不对？嗯。好，再往下看，也不用人手服侍，历史历代人要靠肉手，人自己的血肉绑定来服侍神，最后呢结果都是死。该隐用血肉绑定献祭，神悦不悦纳？这叫立功之法。拿达亚比户献上自己的香炉，行不行？不行。不行。现在有多少人献自己的香炉，献上凡火呀？凡火从你肉体情欲来的，这叫凡火，是不是啊？嗯。有很多的人，他不知道上帝不需要人手服侍，也不需要人手来建殿，他需要的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共建基督的身体，都在属灵的生命中间建造，不在属肉体的生命中间建造。所以在罗马书这里边说，我们用心灵所服侍的神，今天服侍神要用心灵和诚实。神要这样的人拜他，要哪样人？要这样的人拜他，不要这样的人拜他。有多少人在这里拜？有没有人在这里拜？在这里拜。有人在这里拜？在这里拜对还是在这里拜对？在这里。神不用人手服侍，依靠人血肉绑臂的，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是不是啊？嗯。今天你会问的，那么神做事不也借着我们的肉体吗？就针对这个问题，我今天我就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问题。人不也借着我们的肉体吗？你可能听来听去的，听来听去又转到肉体里头。当你一转到肉体，你就认为上帝今天是借着我们的肉体做事，对不对？神借着我们肉体，还是借着基督？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一章找到吗？
我们先从第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由于，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们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今天有多少人是人为的教导啊？有没有人为的教导？有，就全人的话教导，传福音用人的方法，不照神的方法，说方言人教，教方言，有没有？有，乃是从基督耶稣，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保罗这是说他在没接受福音的时候，在律法上比别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保罗那时候热不热心？在哪里热心？在肉体里热心，是不是啊？往下看，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诗人招我的神，既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怎样商量，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今天这个福音是跟人商量的，是圣经早就启示完的，启示完，所以不是跟属血气的人商量的。好，再往下看啊，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他也没有去找他。保罗到外邦是奉人的差遣，是奉神的差遣，奉神差遣。他说我没有回去，没到耶路撒冷去，唯独往亚拉伯去。这个词啊，有的时候叫阿拉伯，有的时候叫亚拉伯，是不是啊？往后之后又回大马色，大马士革呀，现在翻译成大马士革，原来叫大马色。那么保罗在这一段里头说，我得的启示不是从人来的，也没有跟书写这商量，我怎么往外邦传道是奉耶稣基督的差遣出去的，对不对？对。那么今天呢，我们侍奉这位神为什么不在肉体中间侍奉，要在生命中间侍奉？因为神喜悦用心灵和诚实，对不对？我就算今天肉体在这里头了，但我的心没归到主，我坐在这里头不算做主的功，算不算？我人坐在这里 心飞了，我也坐在也听了，但听的是自己，并没有听到经意。今天为什么保罗说我住在身内便与神相离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今天你活在肉体中间，你跟谁相离？你跟神相离，因为神需要的是住在这里，住在基督耶稣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不定罪是在基督里，得荣耀得奖赏得冠冕是在基督里，对不对？不在基督里，我住在肉体。那么有人说，那我有个肉体，那能不住在 肉体里吗？我天天住在肉体。你今天住在肉体得凭眼见，你离开肉身是凭信心。那你受洗是不是死了？嗯，死了是不是离开肉身了？死了。你信神，今天你相信耶稣死了，是不是凭信心？不是凭看，对不对？你要凭看，耶稣死的时候离现在有多远？2000多年，你能看见吗？你信不信？信。你信不信耶稣已经死了？信。已经埋葬了？信。已经从死里复活？但你凭看能不能看见？看不见。看不见。但你必须凭信。我们这个神和所有宗教不一样，就是我们这神要凭信。我离开肉身也是凭信，我受洗归入基督，跟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也是凭着信，坚决不是凭眼见。凭眼见我没死啊，我进去死下水里头还是我，出来还是我，所以我没死，是不是？我就不承认我死，
你不承认你死，你这受洗一点作用都没有，对不对？对。你不承认我今天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罪神已经灭绝了。你罪借着洗礼，凭信心，罪神灭绝，不是凭眼见。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凭眼见，天我还活着，掐一下还疼，疼不疼？疼疼。天冷了还知道穿点衣服，因为热是不是啊？因为冷，因为饿，饿了就吃饭，冷了就穿衣服，热了就脱衣服，是不是啊？但我还是凭信心，我已经离开肉身了。这个信就不凭眼见，信是所望之事的事情，未见你不用见就成就了，未见之事的确据，它是一种确据。那么天国你今天你看不看见？你现在属不属天国的子民？是。你看怎么成为天国子民？信成为的，不凭眼见成。耶稣说神国来到不是用眼能看见，不是说在这里，也不是在哪，神国在哪里了？在心。所以用信心，不用眼见，你就脱离肉身了。为什么要脱离肉身？脱离肉身便与神相合，是不是？住在身内便与神怎样相离。所以今天基督徒和所有宗教徒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宗教徒都是凭眼见，我们敬拜这个神从根源上就是眼不能见的，对不对？所以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他本来就是眼不能见的，手不能摸的，人靠肉身为无法靠前的这一位无限的神，你要用眼见能侍奉他吗？你说我没看见神，所以我不侍奉他，行不行？不行。现在就要基督徒什么？你又没看见，又叫你侍奉，对不对？你又能看见，又不住在这里的，这叫真正的心。这个能看见，但不住在你这里边，住在哪呢？住在基督里边。所以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门口，耶和华向他显现。你今天也不能住在帐篷里，乃是住在帐篷外，耶和华好向你显现，好不好？耶稣应不应许要向我们显现呢？应许。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说没说？说了。怎么向你显现？我天天住在这身内，能不能向你显现？不能向你显现。我们今天离开身外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好不好？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信心和他一同死，和他一同埋葬。所以这件事很关键的。如果你活在宗教里，你总是凭眼见、凭生活、凭行为、凭肉体讨神喜欢，但你真正的进入到生命里头，神一点一点要把你从外面带到里面，从外面带到里面，从世界带到里面，对不对？从律法带到恩典里头，从肉体里带到基督耶稣里面，神要一点点这么带，就叫你操练信心，叫你的信心既被试验，试是考试的意思，验是试炼的，是不是？试验的意思，叫你们的信心具备试验，就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主要试验你们的信心呢、啊。今天我们不是活在这个肉身中间，而是离开肉身得以见主，好的无比。这个离开不一定我就死了，我不用死，我就用信心就可以离开。所以保罗说，不管我住在身内，离开身外，都要什么？得主的喜悦。那住在身内，我可以用信心离开身内啊。我不一定我就得死啊，我不死我就离开。那我今天不用真钉十字架呀，我借着信心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不对？那你说我今天我也没钉十字架，所以我也没死。所以有许多人信的时候，我是半死半活，没死透。你是不是这么信的呢？如果你是这么信的，你不跟他祖宗遗传的一样的吗？咱们今天承不承认我们已经听信真道了？承不承认？承不承认现在你里面已经有重生生命？不提来的是靠信心来的，靠信心，靠信心来的。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子是靠肉体，是靠信心？靠信心，靠信心，这个很关键，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凭信心，那就不是靠肉体行；
不是靠肉体行的。你说我这不还有肉体，现在就是叫你把有的心思，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把能看得见的肉身信看不见信死了，把看不见的主信活了。所以呢，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谁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凭什么？凭信心。这才真正是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凭信不凭看，是不是？凭信不凭手，这才叫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以信为本的叫基督徒，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因为亚伯拉罕以信为本，不凭看的，不凭手啊，不凭行为啊，不凭肉体啊。你活在肉体中间，假如你这么想的，现在很多人是神一半我一半，神做一半我做一半，当感谢的时候就感谢神一半再感谢我一半，感谢神你赐给我永生了，我感谢你，我还感谢我自己，我靠着肉体在地上得荣耀了，感谢完神又感谢自己，说军功章上有你一半也有我一半，你是不是这么信的？如果这么信你就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和所有的佛教徒还道教徒啊、法轮功那些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他们都是凭肉身住在肉身中间，靠着苦待己身修行修炼，但我们不是，我们是用信心侍奉我们这位神，用灵侍奉我们这位神，是不是啊？神是灵，你用这个去对他，肯定他不喜欢的。这就是为什么乌撒去赴约会上吊杀他的原因，对不对？我们还活在神内，就信离开神呗。听没听明白这句话？明白。我们还住在神内，就借着信离开神内去见主。只有离开神内得以见主，是好的无比的。如果住在神内，便与神相离呀。这句话不是白写在这里头的，是不是啊？那么告诉还住在神内，今天还告诉你不靠血肉绑臂，还要离开神外，这就得凭信，这凭手肯定达不到，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在死在公元，我们在公元后2000年出生的，对不对？我今天与主联合，跟他一同死，那肯定得凭信心，不能凭眼见。往往就这件事情，很多人接受不了。基督死，我跟他同死，我怎么能跟他同死呢？我没死，我没死透，基督死透了，我没死透。说都这么认为，我还半死半活的，所以我没死透。这种信仰是凭眼见，是凭信心的，凭眼见。所以凭眼见说，我这不还活着，这不借着这个身体吗？做事不都借着这个身体吗？昨天有弟兄姊妹要问话，要问，可能就是问这句话，100%可能就是问这句话，是不是？因为你不用问，因为你在那一插不插不插一说，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肯定问这句话，是不是？这就说明在眼见里活着，并没有在信心里活着。那你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众人都死了，是指我们这些人所有的肉体都埋葬灭绝了，对不对？都死了。凭眼见，凭信心，凭信心，你只有这么信念才能成立，不然的话，功劳就是你的，不是主的。为要叫一切颂赞、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天父，所以我们借着信心把我们信死，信没有，这叫虚己。什么叫虚己？就是把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同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这叫虚己。虚是什么？虚是不实，叫虚，对不对？实属虚己。实是耶稣是阿门，阿门是不是实的意思？成是信实真实的意思，对不对？基督徒他就是虚己实主，用信心把己给信虚了，
再用信心把主给信实了。这是基督徒，我叫你凭眼睛，凭这俩眼睛，那当然我看，这不还借着身体在做吗？是不是弟兄姊妹，问题不是不是在这了？是不是在这个地方？那按照你的理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没死啊，就出来了。这个人进去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没死啊。但圣经告诉一人进地，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众人都死的人，是不是才不为自己活，乃为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么众人没死呢，就为自己活着；若死了呢，就为死而复活的主活着。这是不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说的？一人进地，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都死了，你死没死？死了。那你今天信？我没死，我凭看，我没死，我还半死半活。你这是凭信是凭看？凭看。不是凭信。今天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对，对不对？不是凭看。如果你凭看呢，我们都没死，我们都在这活着，是不是啊？现在如果凭信的话，我们都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谁活着？基督，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不好？凭看凭信，凭信凭信就成功，凭看就不能成功。为什么有的人走来走去，这个道走来走去又进到肉体里了？一进到肉体里，凭什么？眼睛。那么亚当在伊甸园里把我的肉眼给打开了，把我的灵眼给弄瞎了，给关闭了。耶稣来把里面的眼睛打开，把外面的眼睛给关闭了。这叫善恶眼。善恶眼就是我能看见我的善恶，我能看见我还在活着。今天上帝呢，不让你看见自己，只叫你看见基督。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谁啊？基督。信心就是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谁？基督。基督。只见基督。你能达到这个程度，你快要活着被提了。你听没听清楚？你能达到信心达到这个程度，你的信心已经上高峰了。你要活着被提了，活着被提是死了，常死为被提好。活着被提好，那会活的提。什么叫活着被提呢？叫活着没常死为就改变情况。听没听明白？但上帝必须你的信心达到那程度才活着提你。历史中间有两个活着被提的，谁？以诺和以利亚，是不是？他们的信心是超自然的信心，是不是超自然的？是。以诺一下就能看到，看到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他在创世一下看到末尾耶稣再来，你说这个信心大不大？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你看这个祷告，这个信心是不是？三年零六月不降雨，就蹲在基利西旁等着乌鸦叼饼叼肉，这信心大不大？大。最后又祷告了。最后祷告吧，没有云彩，一个云彩疙瘩都没有。最后祷告出来云彩，一巴掌大的云彩。最后呢，在他那祷告，最后有多余的声音，这是信心里边指示他的。这信心大不大？大。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一个人杀死了多少人？450个巴利先知。他一祷告，火从天上降下来了，最后呢，把他的祭物烧了。这个信心大不大？今天上帝要这样的信心，好不好？这都不是他肉体做的事情，他肉体按肉体软弱，是不是？也许别一句话把他吓得跑了多少次，跑到罗藤的树下去求死去了。最后呢，天使拍他起来，叫他吃喝，他吃完喝完又睡，睡完又拍起来又吃喝，一下跑了多少天？40天，往哪跑了？啊，往加密山跑啊，还是往西乃山跑？西乃山。为什么往西乃山？西乃山代表什么？律法。代表律法。他往西乃山跑，不往加密山跑。加密山是征战的山，和仇敌征战的山，对不对？嗯。那么西乃山是律法之山，他往律法里，他跑那里大发热心去了。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是大发热心吗？”在那里，在律法里，只能听见飞沙走石的声音，看不见耶和华。飞沙走石代表上帝的愤怒，对不对？他跑到山洞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
被谁吓的？也许别吓的，是不是啊？你看今天有多少人活在肉体中间呢？大发热心呐、啊，跑律法的大发热心，跑肉体的大发热心。今天不能在肉体，在山洞就进到哪里去了？黑暗里头，山洞是不是黑暗？那么在黑暗中间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吗？啊，人在肉体中间，就在律法中间，就在山洞里头，为耶和华大发热心，都是外面的发热心，对不对？现在上帝要叫还侍奉这位神，还不住在身内侍奉，还在身外侍奉，还不凭眼见，只凭信心来侍奉。那么上帝今天呢，还叫你住在这肉身中间，还叫你离开肉身，凭什么离？凭信心，好不好？好。怎么离开？借着受洗归入基督的血，和他一同埋葬，对不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受洗那天是不是这么信的？是不是？我已经死了，我哪去了？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我的肉体连肉体血性私欲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的罪身已经灭绝了，我的外体已经毁坏了，已经在旷野中间跟基督同死同葬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你是不是这么信的？是。你要是这么信呢，那么还借着我的肉体在做吗？这是凭眼见，是凭信心？你是凭眼见。你看你多少人呢，走来走去走来又进到这里了。你说这里的离的这个地方是最近的，说进去就进去，一下就进这里头了，一下就从里边转到外面去，从里边转到外边，他靠什么？他靠外面，对不对？这不还是靠我的肉体吗？那神做什么事不借着我的帐篷呢？就理直气壮地说，是不是啊？那么人今天活在肉体中间，神喜不喜悦？不喜悦。不喜悦。活在基督里，神喜不喜悦？喜悦。上帝不叫你住在肉身中间侍奉神，叫你住在基督耶稣里侍奉神，好不好？嗯。上帝不愿人靠血肉绑臂侍奉神，是不是？叫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因为你靠血肉绑臂，你就拿血肉绑臂自夸。你住在基督耶稣里，指着谁夸口？只是主夸口，你住在我里边，就指着我夸口。听没听明白？嗯，明白。啊，用信心跳出，从这里跳出来，进到这里的。虽然也在入室，你也该吃、该喝、该穿、该用，也在用，是不是？但你凭信心从这里跳出来，进到这里来，好不好？这叫住在基督里，这叫住在肉体里，住在亚当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是不是啊？现在叫你凭信心跳出肉体，凭信心看我已经死了，好不好？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先看。你们要不死，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先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你们已经死了。第三节找到吗？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什么叫已经啊？过去了。你们已经死了。一说已经死了，你现在呢听人的话，这就叫什么？神的话。什么叫神的话？神说已经发生过了，你信不信？信。什么叫死了呢？死了没有了，对不对？没有我了，活着的不再是我了，这叫你们已经死了。如果活着还是我，还是我的肉身在活着，这叫已经死了吗？死没死了？第三节啊，注意看，注意看啊，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了？神里面。那么现在谁是我的生命了？基督。不是你是你的生命，是基督是你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哪里啊？荣耀里。你想得荣耀吗？想得荣耀不是靠肉体得荣耀，想得荣耀就是必须死了，你死了这就得荣耀。你死了，
基督在你里面就活了，你不死他不能活，是不是啊？外体衰微了，内心才能一天心思一天，对不对？外体毁坏了，内心才能一天心思一天，这是凭着信。你们已经死了，有人看死没死，用什么看？你是用信心看，是用眼见看？用信心看。他说：“我们没死透啊，我们是半死半活的。这是一个树啊，这树现在锯断了。”断没断？嗯，断了。被拉断了，是不是？拉倒了之后呢？跟那根断没断？断断。这长不长叶？长。这还有叶，拉倒了，那叶就看不见了，是吗？不是，不是，在上面呢。渐渐就枯干了。它是一点一点枯干，那旧人耶稣迷惑渐渐变坏。嗯，对，它渐渐变坏，你不能看它，你就把它看成死了，因为它根儿从根儿那地方断的，死了，它就是你怎么看呢？你看它已经跟这根儿已经断开了，死了，预期图，对不对？那叶儿在这上已经断绝了。嗯，对，断没断绝啊？断绝，跟哪个断绝？跟根儿断绝了。对。所以你不看他树叶清不清，不要看他叶，你不要看这个肉体有没有过犯，对，有没有罪，他有罪他也死了，对，因为死了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你们已经死了，是神自己说的话，对，神说死了是按照耶稣死了，看你们就是死的，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他死了我们就死了，他是我们的最深形状，他死了我死没死？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不但众人都死，世界都死了，世界都钉十字架了，这是不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说的？对，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把肉体连肉体先行私欲，救人连救人的行为都钉十字架，都死了，你不能看，你凭信不能凭看，你要凭看这叶子还在，还有叶子是不是啊？嗯，这树都还没落叶呢，它倒下不可能就变黄了，变黄不黄就死了就死了，就看死了。咱们今天这个眼睛啊，这眼睛，如果你这眼睛要不瞎，你总能看见罪。耶稣说：“你的眼睛若瞎了，就没有罪了，是不是这么说的？”是是是，这不是我说，你总凭眼见干什么？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这是不是神教导你的？是，不是凭眼见，是不是？是。那为什么有的人？那咱们今天不爱凭着肉体吗？对。你是凭着肉体吗？哪一件事是你凭着肉体？太阳停留在极便是你靠肉体做的吗？月亮只在雅尔隆谷是你凭肉体做的吗？啊，死人复活是凭肉体做的吗？耳朵掉了又长上凭肉体吗？拉萨路死了四天从死里复活凭肉体吗？这不也凭着肉体吗？你看有的人这个信仰怎么回事呢？你怎么跟他讲那不凭肉体吗？这不有肉体吗？你这还在这没死啊？你看这还活着吗？凭什么？凭感觉，凭眼见。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什么？凭信心。眼见乃是什么？凭信心。不是是否定，是不是？乃是是肯定。对。乃是凭什么？信心。信心。对，信心。答案就是。是不是啊？嗯。不是，是上帝告诉你不用凭眼见哦，死没死不是凭眼见。对。你们就死了，你别看凭眼见说半死半活的，虽然倒了，这还有青叶呢。半死半活，这是因为你凭眼见产生出来的结论。对，你要凭信心就没有这个结论。神是金口预言的，他说怎么你就信怎么，这叫信神的话。有了主的话就去遵守他。谁说死了？你说半死半活，你信谁的呢？你就信你眼睛啊。嗯，对。眼睛没瞎是不是？晒我脸瞎，晒我脸瞎，对呀、啊，
重也可以。你说这件事重不重要？重要。凭信心，凭眼见，这件事重不重要？重要。他为什么叫你死？因为你里边没有良善，不死不行，对不对？你还以为我没有良善，用没有良善充当良善，假冒点东西去侍奉神，啊？因为良善的只有一位，那良善的主要住在你里边，长大成人，把外面渐渐衰微，里面渐渐的长大。外面就像这个树砍倒了，它渐渐的枯干，你不要看它枯干，它死了，它就死了，就看它死，对不对？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长皱纹了，哎，头发白了，牙掉了，是不是啊？最后呢，腰也弯弯了，佝偻了，直到死了那，直到进坟墓那些，是不是啊？但上帝在上帝眼看他死了。什么死？已经与罪断绝了。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是一种心智改换。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意，只从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是不是啊？这光阴是这么借着信度余下的光阴的，凭信心来度余下的光阴，凭眼见你往下走，你走不下去的，不信你看。你能走下去吗？你走一走，你会灰心失望的。你看见自己，哎呦，这不还有罪吗？就跟那些律法分子一模一样，再犯罪怎么办？他就问再犯罪怎么办？你也这么问吗？啊？不，你不要这么问啊！基本上这里的基本上都听我讲到，是不是啊？听我讲道，你就不用那么问，你那么问干什么？我给你查的是圣经，你那么问的是从出于你自己，你眼见的时候凭着你的眼见来问。今天行事为人不要凭眼见，好不好？好，乃是凭信心，神就喜欢有信心的人。那你要凭眼见，你说雅各好是以扫好？以扫比亚好呀，凭感觉。你说约伯好是亚伯拉罕好？凭眼见，凭眼见，你凭眼见，你说谁好？雅各好，以扫好？以扫好。以扫多孝顺呐、啊，多勤劳啊！但他在田里头打猎呀、啊，在田里打猎那是奴才的过的，儿子不需要去在田里干活，也不需要去打猎，是不是、啊？嗯。只有奴才才能出到外边去打猎，因为儿子雅各是儿子住在家里头。是不是、啊、住在家里住在这里头，那么奴才呢住在这里头，在外面，因为城外有些犬类，这是城里，这是城外，城外有些犬类是没洗净的，你不能住在城外，你应当住在城内，从门进城，好不好？好。这启示录告诉你，从门进城洗净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他们有得权柄，从门进城也可以到生命树那里去，对不对？那你跑总跑到肉体里住，你怎么上生命树那里？生命树代表基督，对不对？对。你什么时候能进城的？进城就进耶路撒冷天上的圣城，是不是啊？对。你必须得进城啊！你在这里住一辈子不能进城，你不是凭着信心，专凭眼见。现在凭眼见的人多，是凭信心的人多？凭眼见的人多。我这不还活着吗？或者我这不半死半活的吗？哦，雅各骗，第一个骗哥哥，第二骗爸爸，第三个骗舅舅，第四个跟神使者在雅各渡口摔跤。你说雅各呢？不对，雅各不好，雅各行为不好，以扫行为好。你这么看吗？啊，受圣婆和犹大，他俩谁说的是真话？犹大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你们去吧，是真话假话？真话。受圣婆普阿和示普拉说，希伯来人的女人比我们更强壮，我还没有到他们就临产了，这句话真话假话？假话。但谁得蒙赐福了？受圣婆。为什么？因为他不理性，你可能说得说点真话，你跟谁说真话？跟邻舍说真话，跟我们这群人这肢体中间说真话。但你跟仇敌你说的真话算不算？不算。你就等于耶和华的仇敌，
听没听明白？你看圣经里有好人，竟然被耶和华咒诅了，人认为是好人，是不是？圣经那不好的人，耶和华却喜欢他，对不对？法利赛人敬虔还是拉合敬虔？法利赛人用人干，法利赛人拉合比不上法利赛人敬虔。拉合干什么工作的？妓女。妓女。妓女干什么的？贩淫来追。接嫖客是不是啊？哎。但我告诉你，看圣经，你详细的看圣经，就那接嫖客的。上帝喜欢他，因为他接待神的使者。上帝不是看他肉体的行为，是看他信心的行为。信心的行为是接待神的使者，他肉体的行为是接嫖客，对不对？他接待神的使者是出于信心。神的使者告诉他，创铃上拴上一个朱红色绳，这是不是信心？这表明救恩临到这家了。最后接待他兄弟，接待他爸爸，接待他家的哥哥妹妹，就在这个家里接待，离开这家里都得死。就用接嫖客那个地方去接待神的使者，也用接嫖客那个地方接待他父亲母亲和他家里所有的弟兄，行不行？行不行？要是你看着这进，这能进天国吗？耶稣说税吏和娼妓都比他们先进神的国，这句话会不会落空？不会落空。用人眼睛看，人就感觉到拉合不好，谁好？法利赛人好，是不是啊？你看那是你的眼光衡量。耶和华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看好的不一定是好，你看不好的不一定是不好。这就难怪有许多人误解耶和华为什么杀乌撒呢？乌撒才多好啊，那约柜牛食前蹄了，约柜从那里滑下来，我扶一下行不行啊？这扶一下就被杀了呢，这叫用肉体的侍奉神，对不对？在肉体的发热心，人的那个好事。耶和华不喜欢牛车来拉约柜，对不 对？ 对，那约柜是用什么抬的？那个约柜的杠都在下边，一抬约柜就高过人的头，后面以色列就看见约柜，对不 对？ 对，看见约柜就是表明看见了耶和华跟人立的约，叫你时常看见神跟你立的约，所以它叫什么？约柜。为什么叫约柜呢？立约的柜叫约柜，对不对？那么今天人看不到神的约，今天就看到你的行为，是不是？你是用行为来判断我对错，上帝用约判断你对错。一个百姓他看不见约柜了，那就说明他忘记耶和华的约了。我经常讲一个最绝对的真理，就是耶和华以约来定罪，又用约来称义。定罪和诚意不是因为我行什么了就定罪了，也不是因为我行什么好事就诚意了。我行好事不是诚意的条件，我行坏事也不是定罪的条件。最关键定罪的条件是你守没守约，你守哪个约？旧约新约你守哪个？新约。耶和华跟我立哪个约我就守哪个约，对不对？我扔下自己的约跑旧约守旧约，行不行？这个地方很关键的，我不要两个约我都不要了，我就要在行为里见到讨神喜欢。这个人累死他，他到累死那天最后翻白眼，累得翻白眼了，主说我不要你，对不对？原因是因为他没在约上，跟约没关系。所以上帝今天整本的圣经就讲约，谁在约上了谁能进天国，谁没在约上下地狱。定下来了，弟兄姊妹，你现在守不守约？守什么约？新约。新约是神跟我们立的约，我把神跟我们立的约丢了，跑自己肉体的使劲做点好事讨神喜欢。乌撒
耶和华要击杀你的，你不是靠肉体讨神喜欢，我来用心灵守他的约。耶稣用血跟我们立的约，对不对？对。那我把耶稣这个血这个约给丢了，我这样做那样做，说我做主的工，我已经离开约了，跑肉体里做讨神喜欢，神会不会喜欢？不喜欢。不会喜欢的。好，休息一会儿。